我们创下高营收的情况下，却有这样子的年终和调薪，大家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。主管加底增加的幅度最高到35,000，那比我们一般的员工拿的年终奖金还要多。何老轩董事长哈，这边他自己口袋装得满满满，35,000块。我们基层员工多少钱？我们基层员工多少钱？700，就是这样700。他自己哈却可以哈35,000领得爽爽爽。今天董事会他决定两项事情，第一项就是他自己的加薪案。第二项，这个是自毁，这个就是自肥，自毁，还自肥。我跟你一直讲，我只要照顾好郑文灿，我小英我都不用理他。所以呢，你们这些员工，我根本不管你们，你们去死我吧。好，我们董事长来吃一下蛋糕，这个叫做哈，大家跟我喊哈，华航高层。我们华航是交通部辖下的一个关谷公司，2018年我们营业额更创新高，历史第一高1700多亿。我们年终奖金拿多少？资方说比去年还要少，要以去年的标准打个8-9折。他说人事成本高涨，经营困难，所以说呢，年终奖金最多就是比照今年1.2个月，然后再加上调薪呢，哎，不能说，啊，这个大概1%多吧，啊，2%了不起了，他竟然是用含糊的字眼糊弄我们员工，糊弄我们谈判代表，长荣航空他们的营业额跟我们差不多，他们的加薪多少？加薪2000到3000以上，年终奖金发多少？4个月，14到16万之间。我们华航呢，大概估算最多是6万，调薪多少？公司给的条件是700块。这是我们航空双雄华航所拿到的年终奖金跟调薪。行政院希望企业加薪改善低薪，我们华航在做什么？我也是华航企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推选出来的2位劳工董事之一，不让我进董事会的航发会更应该觉得惭愧。营收是基层劳工扎扎实实赚来的，但是盈余呢，就是考验的管理阶层的管理的能力，他的经营的能力。为什么我们每一年的营收都可以年年创新高，但是一到年底要讲到盈余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问题。在去年完全没有招进新人的情况下，我们竟然得知我们又创了历史新高，那可见我们一线同仁的工作压力是跟前年相比之下又是倍增的。那我们其实只要来看运务部最大的2个部门，就是柜台和登机门就好了。那现在在机场的换位柜台上面，经常员工是坐不满台的，可是呢，我们的班机却是好几班同时在开。那去年呢，公司又把关台的时间提前为起飞前1个小时，那这样其实是缩减了、压缩了我们柜台的作业时间，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增加了换位同仁的压力。那在登机门来讲呢，其实最基本的配备起码要有3到4个人，可是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的登机门口常常是2个人在做班机，那有1位同仁必须要去负责联系机内机外的情况，那只剩下1位同仁在外面面对处理所有客人的问题。可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下，人力压缩的情形下，我们却都还是让班机准时的关台、准时的起飞，然后没有去增加班机的延迟率。这其实都是显示了我们一线同仁大家都是兢兢业业、本本分分的在工作，公司才能够有这么漂亮的成绩。可是我们今年的年终拿的却比去年还差，所以同仁们都非常的气愤。
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更不要讲去年还增加了3家的代理业务。那公司说我们有补足人力啊，我们补的是什么？是产学生。产学生他们能够做得非常有限，然后呢，为了要降低产学生出错，然后去造成航班营运上面的困扰，公司还要求员工们去做到监督的责任。造成双加薪，哇！造成双加薪，基层员工惨兮兮，基层员工惨兮兮。华航高层双加薪，华航高层双加薪，基层员工惨兮兮，基层员工惨兮兮。谢谢各位。